同学你好，我是晶晶老师，我是中国人，我的母语是汉语，我来自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。我是一个细心、耐心、喜欢交朋友的人，希望带你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中国的旅游等等。其实中文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学，只要你用心，相信你一定可以。我擅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讲课，希望用我简明的表达带你学习中文，期待与你在我的课堂上见面。